你说，那天我要是没有坐在你身边，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你跟小乔会成为朋友？你们俩那么的不同。你信命吗？这么说，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。他的出现美妙，却又很可惧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宿命的阀门已经开启。为什么是你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在劫难逃。他真的爱上别人？你不可以丢下我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。爱一个人怎么这么痛苦？消失的人应该是我，我生下来就是个祸害。你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苦难？我想离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。你想去哪？最远的地方。